第十一关，我感觉我都我刚刚那个玩过哎、欸，这不是兔子啊，这是松鼠哎、欸，想骗我？这是颜色也都太近了吧，逼死人哦！鳗鱼不该。我们看来也还好嘛。但建议不要半夜看会饿，会饿哦，所以要现在看咯，要去洗澡了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你叫蓝，好，蓝，拜拜。这在哪？感觉是这里哎、欸。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等一下哦，它有附食物图片，哇哦，哇哦，难移不开，我们能太杂了，丢旁边。哇，我根本是神嘛。到啦！我的 FB 又吃柳芽，没有看到那个端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就随便打个邦尼，然后就在那边搜寻游戏，就看到这一款。啊，谁知道？谁知道？谁知道是这种游戏？没有啊，是没错啦，啊，只是怎么说呢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我好无聊哦。还是我提早睡觉啊，早点去睡觉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Minecraft》，我们又回来了。
欢迎回来，我们爱快的世界。最后又绕回来了。早睡早起，哎呦，我最近睡一睡都10点起床，哎，够健康了吧？只是再怎么健康，我的钓鱼机要是再升级，不然无辜哦。哎咻哎咻，来来来来来，跟你换河豚。丛林木船。要去补半砖吗？补什么半砖？哎、欸，珍惜下午的时候在看吗？有吧，我记得有，那就算了，不去检视了。嗯嗯，爱与不爱，还是我去打凋零骷髅啊？我去打凋零好了。打完钓鱼去睡觉，哦，吓死人！后面睡着了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下去啦！去，沿路放海龟蛋，有没有？路上就不会有猪人了。等等去补记录，不用补啊，我只是跟你讲个大概啊。就我们后面发现，升怪可以很棒的升怪的方法。哎，我没带抗火药水啊，算了。那你还是去补记录档好了，我们等一下打完凋零就去睡觉了，好困哦。打哈欠咯。通通打完吗？打个三只就好了吧，九个，等一下，对于现在这首歌有点洗脑，再来弹一次。靠我的聊天室嘞，我也会拇指琴吗？没有，拇指琴就是跟直笛很像啊。
它就跟直笛的谱一样啊，所以很好学啊。东西不会啊，都整页画画，什么东西？整页可以放着听啊。对于我来讲，画画好看的都是大佬。对我来讲也是啊，唱歌好听的啊，会跳跳舞就算了，跳舞我也看不懂。会唱歌的啊，会打球的啊，会运动的啊。不要，我等下要睏啊。咬我，你咬我，你咬我，你咬我。谁？谁在那边放按键？見つけた？嘿，嘿，嘿，我本来觉得我有一技之长很棒啊，可是后来想想，画画这个一技之长，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讲，你真的要很强很强才行啊。你像我现在。我现在人生的天赋都在乱点，现在你看，本来是点在画画上面，现在又把一些天赋点在实况上面这样子，然后又点到剪片上面，就是不是很专，不是很强，没有说到特别突兀，懂吗？啊，不是要打凋零，靠！来咬我！超级三分钟热度的我，周围乱点天赋。我对以前很多事情我也都三分钟热度哎、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哎，其实打好多哦，已经快跟新大陆那时候一样多了哎、欸。我新大陆那天是花了很久时间到处跑到处打。感觉你只要会吹直笛，你拇指琴就玩得起来啦。拇指琴就不像钢琴那样子啊。我有讲过啊，它钢琴还有黑键白键，然后你的左手右手要按不同什么东西的。爱与不爱，然
然后就导致学会了，但擅长的情况没有啊。觉得画画这东西，你真的是要多练习呢。钢琴你可以哇，会钢琴也是很猛的呢。白痴哦，右下角不是什么火烧的声音，然后兔子叫声，那种火烧兔子的叫声吓到我了。3、42，啊，青菜啊，都带走了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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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安安哦，嗯，好的，我们要来面对凋零。怪了，靠边呐、啊，走哪边？走这边。好的。忘了带一样东西。我觉得，如果要练好一技之长，只能先专注弄一个，每个都要学。当然啦、啊。这是一定的啊，像我自己本身画画，我在高中之前都只是在纸上乱画，然后是高中毕业之后，我讲了，我21岁才开始买绘图板，然后那边乱玩乱摸，才算是勉强有在画图。FB 有啊有啊有啊，我这是我最近才去申请的东西，最近 FB 才有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既然都有，那我就去申请看看，去设定啊，然后就是开始就是陆续有一些 FB 的直播组就开始有广告功能，哦，耳朵好痒。我好像不用拉也可以呢，感觉我刚刚也没有拉到，应该上去又下来。
什么东西？广告大大，我看一下。我在存钱买汇率反正都用手机花。手机玩画猜，够啦。啊，你如果用绘图板啊，你还要再重新习惯哦。我教你，如果你买了之后，我教你哦。你就是要开始习惯不用滑鼠，至少1个小时不用滑鼠，或30分钟也可以啊，就看你啊。像我之前都是用滑鼠在画画啊，那就一开始有绘图板之后，就整个超不习惯，我还是会偷偷拿回滑鼠那边偷画图。那再来就是，我想一下哦，你就是开始画圈，一直画一个圆圈，一个画一个圆圈，然后画井字啊，画个，就是画圈圈，画圈圈，画圈圈，然后就习惯绘图板的位置跟荧幕的那些东西都要重新习惯。当你习惯之后，你就很好上手。我没看过绘图板，就一个板子而已啊。再说我画画白痴，没有在教那个啦。有人说想学画画啦，你就画画厉害。的人就只是能把自己想象的东西画出来的感觉而已啊！啊，像我也常，其实你们看我画的图啊，很多时候都跟我想的完全都不一样啊。又不是说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我也没那么强啊。只是我可以至少画出自己要的感觉。懂吗？那种 feel，再这样啊，用滑鼠画大，超大障碍，我爱只会没有这个语，没有吧？反正就是用手指戳荧幕而已啊。我也想买那种啊，荧幕上面就可以直接用画笔的。可是它太贵了。我之前问那个哈子，那个价位，大概是有人要工作5年的薪水，就是一般正常人，你如果不吃不喝只有存钱的话，你要花不是5年啊，5个月的薪水，才有办法买到那个荧幕型的绘图板。大荧幕的绘图板，哦，所以有哦，我不知道哎，画衣服真的很有障碍，我跟你讲，都会有啦。我一开始是不喜欢画女人，等到开始画人的时候，就讨厌画女生。然后现在是讨厌画什么？哦，之后讨厌画2个人，因为你的比例会发现你抓不到，你就会一个人大一个人小。所以以前点点每次都要我画那个画我跟他的时候，我一直很反对，就是我说人物都抓不好啊，比例都不抓不对啊。然后每次都是我画完我之后画他，发现他都特别小只。那之后就是开始慢慢就是常常都在画2个人，2个人，2个人，画久之后就是会抓比例了，就不会觉得一个人一大一小这样子。好啦，今天先开到这里啦，明天
因为哦，如果睡到10点，我剪完片也快12点啦、啊，然后12点又要赶着开台，这样子感觉有点赶，有点累，所以想说就提早休息，多睡一点吧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呜呼好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，我要关台了。懒懒，拜拜。等一下、哦，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啦，那我们明天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